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到我世纪廿一与田地产 Danny 介绍一个邻近大埔太和站的大型屋苑太湖花园。而这个单位呢，实用面积是355尺，两房的设计。咁先睇一睇个客厅啦。咁户主呢就全屋反转靓装修㗎啦，水喉电线都换过，厨房厕所亦都更新过。咁入门口的位置呢，咁户主就做咗一个入场嘅鞋柜。咁厨房相当之新净，足够放到雪柜同埋洗衣机。橱柜的空间也都十分充足。客厅方正实用，而客厅主要望翻内园景，同埋望得部分面池景。厕所做了企缸的设计，装修亦都是非常之新净。而细房这个位置呢，户主就利用了窗台做了一张双人床，令到空间更加实用。咁而景观呢，亦都是望翻内园景，望到部分面池。而主人房呢个位置呢，咁户主亦都系做咗部分嘅入场家私。咁令到空间比较实用。咁而主人房咧，望到内园景之余咧，亦都望到部分嘅山景嘅。而呢一个单位咧，暂时已经系交吉噶啦。咁如果各位有兴趣参观嘅话，可以联络翻我哋世纪廿一裕田地产。多谢。